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7年马来西亚吉隆坡悬疑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以近20年的慈悲付出，为全世界1000万佛友开启心灵之门，使观世音菩萨和平之光遍照十方，佛法智慧指引人间离苦妙法，慈航普渡，共筑世间极乐净土。卢军宏台长深入浅出，诠释大乘佛教义理，不分昼夜，全年无休，弘法足迹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近年来，卢台长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并获得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7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纪念活动并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心系马来西亚佛友，再次来到吉隆坡与大家结缘，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普照有缘，今日我们有缘相聚于此，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今天法会的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接着卢军宏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接下来还有一位同修与我们分享他的学佛心得感悟，最后卢台长将会为我们现场看图腾解答问题，请大家事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当抽到您的号码时请到台前准备。恭请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如果您询问的是在世的人，请您告知卢台长他的生肖以及出生年份，如果您询问的是过世的亡人，则需要告知卢台长亡人的姓名以及准确的写法。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广西的莫乔凤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救度患有重度脑积水的幼儿神奇康复好转，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卢军宏台长。
2016年9月，我才出生4个半月的小孩就被确诊为重度脑积水。我们来到广州市儿童医院治疗，并做了第一次脑室腹腔分流手术。这时妹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修心灵法门的周阿姨，因此我有幸接触到了心灵法门，看到了希望。住院期间，周阿姨非常慈悲，帮小孩烧送小房子，带着我的妹妹帮小孩放生。手术当天还求助很多同修帮助念大悲咒。在病房里，我家小孩是比较严重的，却能在术后1个星期就能顺利出院。如果不是遇到这么好的法门，一定不会这么顺利。我知道这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后续治疗需要数10万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多数都选择放弃治疗。我悲痛万分，却又万般无奈，只能选择放弃治疗回家休养。因为才开始修，后续我念不出小房子，手术后就出现了可怕的手术后遗症，反复10几天发烧，反复呕吐，伤口慢慢浮肿到最后有鸡蛋大。看着小孩受尽疾病折磨，我内心痛苦，心力交瘁，万般无助。这时我请江苏常州的一位师兄带放生了1500块钱鱼。放生后发现小孩从原来的几乎没有尿到有尿了，反复10几天的发烧也好了。感恩菩萨妈妈又一次慈悲救度小孩。虽然那时已经接触心灵法门1个月，亲身经历了心灵法门的灵验，从此坚定了我要好好修心灵法门的信心和决心。于是我许愿终身吃全素，为小孩要经者念1000张小房子，放生10000条鱼。小孩病好后现身说法，广度有缘。2016年11月底，在师兄们的帮助下，我家里设立了佛台。我每天虔诚地给菩萨妈妈上香，祈求观世音菩萨帮助医治我小孩脑积水的毛病。我坚持念经、放生，在给小孩念诵到100张小房子后，小孩的反复呕吐好了。今年2月，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很荣幸地带着小孩参加了新加坡灵山大法会。幸运的是，慈悲的台长为小孩看了图腾，说小孩身上有2个灵性，很厉害。还说我以前做过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以及祖上有杀业，需要给小孩念920张小房子，放生12000条鱼。参加法会非常殊胜，小孩在法会得到了佛菩萨的巨大加持。小孩从不会笑到会笑，回家后也开始吃米糊喝奶粉了。法会回来后，我一边按照台长开示的小房子和放生来做，同时接受康复治疗。到目前6个月，我已经念小房子300张，放生2000条鱼，小孩头变小了，会翻身，会抬头，可以竖着抱，骨头由原来都是软的，到现在变得有一些硬度，手会抓物，由原来的只会哭，到现在会笑，学说话。
小孩能在参加法会后短短几个月变化那么大，都是菩萨妈妈慈悲加持。学习并运用观世音菩萨的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让我从得知小孩生病后的绝望无助，到慢慢恢复，看到希望，小孩从有生命危险，到现在一天天好转。感恩诸佛菩萨和卢台长救了我和我小孩的慧命。固执的爸爸在看到小孩的变化后，现也开始做功课，念小房子，看白话佛法，感恩菩萨妈妈慈悲加持我的爸爸，感恩所有度化我爸爸的师兄们。现在爸爸每天上香，香都打卷，法喜充满。一路走来，感恩观世音菩萨的不离不弃，感恩卢台长的慈悲救度，感恩帮助我、鼓励我的所有师兄们，特别感恩朱阿姨、于师兄的无私帮助。同学们真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呀！发生如此多的转变，足以证明心。足以证明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小房子灵验无比，念经许愿放生可以改变命运。还在犹豫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菩萨在呀！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传递到人间，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学佛念经，化解灾劫，自度度人。余生我一定会跟着卢台长弘法度众，护持正法，弘扬心灵法门，永报佛恩。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兄们。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香港的梁敏儿同修与我们分享，突发肾衰竭已经没有呼吸的父亲，在台长的慈悲加持救度之下起死回生，如今已经彻底痊愈，创造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师父，尊敬的法师们、嘉宾们、师兄们，你们好。本人来自香港的同修梁敏儿，现在分享心灵法门救了我的父亲。2016年9月30日，我爸因肾衰竭入院，当时我爸已经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医院后肾指数高达600。10月2日，病情急转直下，医生紧急通知，妈妈已经没呼吸，只有微弱的心跳，家人又要有心理准备，现正在抢救中。此时，正值师父在台湾开法会，我们家人也在其中，因此即使向师父求救，得师父加持。约20分钟后，
当值医生再次呼叫我，告知病人已经有呼吸了，现在在深切治疗室观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师父，得师父开示，大手术不能做，要许大愿，多翻身，多念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之后病人肾指数开始下降，但却开始吐血、咳血，每天输血2次4包，每天护士更换尿片，都是黑色糊状物出血，血压一度下降至80-50，检查结果部分小肠溃烂出血。医生会诊后召集家属商讨，要替病人切除溃烂出血的小肠。紧急关头，我们想起师父开示，大手术不能做，要许大愿，多放生，多念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家人因此拒绝签字替爸爸做手术，同时间许大愿，3个月内放生10万条鱼，消送3000张小房子，每一道 病床轮流念诵大悲咒，恳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我爸爸。就在我们拒绝签字为爸爸做手术的第二天，值班护士告诉我，脑部排出大便有好转迹象，大便转为黄褐色，到第四天已没有黑色糊状物。稍后再过4天，主诊医生告知我，爸爸的肠出血症状已经受控制，小肠停止出血。在此深深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我们伟大的慈悲师父，感恩师兄们集体为我爸爸念诵小房子，增强功力，才能有今天的奇迹出现。我们全家永远铭记于心。在医院与死神搏斗近5个月的爸爸，终于今年2月11日康复出院。医院一位资深护士说，在医院工作数10年，这颗粒子100个当中只有2个人可以直走出去的，可说奇迹。这就是心灵法门的灵验和殊胜，是脱离苦海的良药。心灵法门真的可以治病救人，真实不虚。我们全家都珍惜得来不易的福分，希望用真实经历，让更多有缘众生修习心灵法门，离苦得乐，造福人间。父亲经此大病得观世音菩萨点化，现在每天都在用心修行，感恩菩萨给予机会，真心忏悔，懂得因果报应，要化解冤结，吃苦就是孝业，今后一定要好好修心修行。如果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请龙天护法菩萨原谅。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恩师，感恩法师们、嘉宾们、师兄们。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兰芳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患有精神抑郁症的女儿彻底痊愈，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顶礼尊敬的师父卢军宏台长，今天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心中除了感恩还有感动。我要感恩的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所有帮过我的同修师兄们。我与前夫育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一对双胞胎女儿。大女儿施嘉玲2014年由于工作原因得了精神抑郁症，期间看过很多医生，大小医院都去门诊过，尝试很多方法治疗，中医心理咨询，精神科医院都去看，住院吃药都不见好转，几乎花光家中积蓄。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早在3年前通过我的同事听说心灵法门，一直没在意，也没有 了解太多，但每天都有给自己念3遍的大悲咒。后来我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解学习心灵法门，很多亲戚朋友不理解，包括我的先生，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学佛路上的心得和感悟，希望佛友们能从我的分享中增强信心，珍惜机缘，学佛精进。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原谅，请护法菩萨原谅。一直以来我的工作都很顺利，自从女儿重病以来，我不禁扪心自问，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得到这个报应？2015年接触心灵法门，并和女儿施嘉玲有幸参加了卢台长法会，亲眼目睹了台长慈悲忘我度众生的场景，深有触感。为了治疗女儿的病，我看台长师父所有关于精神病的病例，每天很努力学念经，早上4点半就起来做功课，特别积极，一个月时间所有的经文都会背了，家里的香打卷了，法喜充满。不久就梦见台长师父到我的梦里问我叫什么名，孩子叫什么名，没等我说就醒了。当时觉得很神奇，也许一切都是菩萨的安排。一天傍晚带着女儿去散步，正巧碰到同修师兄苏美，聊天中说起心灵法门念经的事情，刚好说到双击大年观音堂要开幕，问我要不要去当义工，我一口就答应了。感恩同修素美把我带进观音堂当义工，感恩有缘认识了同修师兄秀鸾，他教会了我很多。在观音堂我发心做每一件事，各种灵验的事情发生了，我梦到女儿的药精者向我要小房子，15张小房子，5天。当时请师兄给我发，给东方台师兄请教功课，加上自己的功课和小女儿的功课，礼佛大忏悔文念的太多，小房子来不及。女儿施嘉玲
加重病情，自己也觉得很辛苦。多次在梦里，观世音菩萨救了我两次。当时的我更加相信有观世音菩萨的存在，心中充满感恩，冥冥之中想到了三大法宝。第二天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了三个愿：一，我终生为女儿吃素；二，为女儿释迦林放生5000条鱼；三，女儿病好，我度更多有缘众生，不杀生，多做功德，弘法利身。之后努力念小房子，念到300章的时候，女儿释迦林身上肥肿消了，气色也变好了，精神状态也好很多，每天基本上都没出过门，在家念经。女儿病情时好时坏，每星期几乎都7到8张的小房子，但是睡眠状况还是不佳，时常自己会笑。我想是小房子不够，还是我的功课不到位，就求观世音菩萨赐给我智慧和灵感，让我学佛精进。之后我把女儿的功课加量，又在许愿，把我终身吃素和弘法的功德都转给女儿，还有把法会做法会的功德转50%给女儿和她自己做法会的功德。之后每次念经都很辛苦，但是我并没放弃，每星期弘法度人2天，小房子一波21张，20天完成。当我念到第10波的时候，奇迹出现，梦到卢台长叫女儿施加林3次，告诉我要加持她。第二天打电话给女儿问情况，听妹妹说加林也梦到卢台长来她梦里加持，还提到2位亡人，台长问女儿是谁，我马上问过世的亡人名字。第二天我同时许下2个亡人，一个各21张，还加上女儿的要经者21张，3个同时一起念。刚烧下2个亡人各10张的时候，小女儿微信说，姐姐这几天变了个人，话多了，主动打电话，笑的症状没了，眼睛也不斜看了，带出门一切都很正常。当时我特别法喜。3月24日，我去澳门做义工4天，再次梦到师父来加持我，法喜充满。我回国看女儿，整个特别精神。4月16日，再次飞回马来西亚做全程义工，再次梦到师父法身来加持我，犹如在法会现场。师父开示每句话和梦里说的一样，我再次把2场法会的功德各转20%给女儿，加上一波一波念小房子，女儿现在完全康复，不用吃药。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心灵法门，感恩所有帮过我的同修师兄们。弟子在此发誓，今生今世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修心灵法门，永不退转。感恩。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的严百灵同修与我们分享：重病缠身，医生断定仅有3至5年寿命，修习心灵法门仅仅几个月时间，
指标全部恢复正常，医生也大为惊叹，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义工和佛友们。我来自吉林省农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靠着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不错。夫妻和睦，女儿乖巧懂事，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考上了大学。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可是2015年10月，一个晴天霹雳击破了我原本美好的梦想，我成了一名混合型结缔组织肺动脉高压疾病的患者。患病初期，我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浑身乏力，三伏天双手冰凉，也不敢去碰凉水，去了几家医院都当成气血不和之类的病治疗，吃了一个多月的药，病情没有减轻，而且越来越严重，两条腿似灌铅一样的沉重，呼吸困难，举步维艰，走7-8米的路都就累得难以支撑，而且肢体已经见不得一丝凉气了，否则便无一点正常气色，变白变紫，整个人就是废掉了，什么也做不了了。2015年10月23日，我开始入院治疗，11月20日出院，12月20日复查，结果是心功能3级，心房心室都大，三尖瓣反流速度也大，这即意味着治疗的效果不明显。医生看了这个结果后也很失望，并对我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可能只有3到5年的寿命了，而且前提是还要加一些药才能维持到3到5年。我听了之后心情非常沮丧，没想到生命这么无常。 我的孩子刚上大学，还没有成家，父母年纪大了，我还没有好好孝敬，就这样离开，有太多的不甘心和无奈。短短几个月的治疗已经花光了我家所有的积蓄，后期的治疗费用都是靠借钱来维持的，如此不尽人意的治疗效果让我失去了信心，难道我就这样等着死神降临吗？就在走投无路时，杨大姐结缘了心灵法门的书，我顾不得细看，就开始念经了。先是念大悲咒，笨笨磕磕念了几天，我惊奇地发现能安稳地睡上4-5个小时的觉了。从开始治病以来，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睡觉了。这个发现让我增加了信心，我真的看到了希望。
学佛念经的动力更足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大姐又帮我设了佛台，叫我在菩萨妈妈面前许愿。此时我才明白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的重要性。于是我在菩萨面前许愿，病好后来法会现身说法，念1000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经者。因为没有钱，也没敢许太多放生，只许了500条鱼。念了一段时间小房子，我多次梦到观世音菩萨加持给我治病。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做过噩梦，而身体渐渐好转。仅仅几个月的治疗后就发生了奇迹。2016年3月复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很惊讶，一切指标正常了。我激动万分，心里明白，这都是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加持，才让我恢复得这么快呀。回来后不久，我就许愿吃全素了，学佛念经更精进了。我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做功课、念小房子，抓紧一切时间狂念经，有机会就和同修去放生，也度化了先生和女儿和我一起念经。我虽然没有见过师父，但是感恩师父慈悲梦中给我看图腾，还有梦中师父来帮我治疗，我也祈求菩萨保佑我能早日停药。菩萨也多次在梦中出现，消业障的梦也是不断，这使我更加有了信心，坚信菩萨妈妈一定能救我。2016年6月，在师兄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参加了香港法会。一路上师兄们无私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并且又结识了那么多从未蒙面的师兄，个个如久别重逢的亲人，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在这个五浊恶世、物欲横流的时代，能认识一群这样的人，我真是感到万分荣幸。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佛菩萨的加持力，我亲身的感悟到了，赞叹之心、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去法会的路上，我还是拖着沉重的脚步，气喘不止，靠着药物来缓解身体的不适。往回走的时候，我已经步履轻盈，不断自己的大包小卷都能亲力亲为，而且还能照顾别人。更加令我发喜的是，回家后我就梦到了金光闪闪的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而且师父对我说，你已经合格了。我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更精进修行来回报师父的深恩。更让人激动的是，今年6月19日，我去北京复查，
结果是各心房心室正常，心功能正常，没有肺动脉高压了，竟然一切正常了。医生连连称奇，看着和我一起的病友已经离世了，有的卧床或者坐着轮椅寸步难行，而我却恢复得这么快。病友们都问我怎么好得这么快，我给他们讲了我学佛念经的经过。现在已经有几个病友开始念经念小房子了。下面是我刚得病时的诊断和最后一次检查正常的报告。弟子所言真实不虚，观世音菩萨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今生能得遇佛法，遇到师父，我真是太感恩了。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感恩帮助我的师兄们，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菩萨妈妈和师父的慈悲救度，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用我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让更多的有缘众生能闻到佛法，沐浴佛光普照，离苦得乐。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师兄们。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妈妈慈悲原谅，请师父慈悲原谅，请师兄们原谅，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柔佛永平的许荣才同修与我们分享。患有严重眼疾，十几位专科医生也无能为力，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诚心忏悔，神奇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以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金红台长，感恩尊贵的法师们，感恩大家。弟子许荣才凡人肉胎，在此所分享的一切，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护法神原谅我。大家好，我姓许，叫荣才，来自柔佛永平。大约在2016年9月份吧，因为工作之余，强力的药水渐进了我的眼睛，几天后眼睛开始痒，不但红肿，还不停地流泪水。开始我也不太在意，到一般的诊所看了好几次医生都没见效。后来我的左眼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我只好到巴杜巴峡的眼科诊所找专科医生。医生诊断之下，证实是病毒严重感染，已经破坏了我的眼角膜。当时医生给了我好几种药，除了吃抗生素，每一个小时要点上几种药水，每放一次就疼痛一次，见到灯光左眼会自动闭上，非常难受。大约一个多月吧，眼睛终于有了好转。但是医生告诉我，病毒随时有复活的可能。果真一段时间过后，病情又复发了，
朋友介绍我到马六甲找一位具有权威著名的医生，医生诊断后说病情严重，可能要换眼角膜。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我开始恐慌起来，真的要换眼角膜吗？眼角膜不是只供给瞎眼的人吗？医生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我的眼睛还是没有进展，最后医生束手无策，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吉隆坡专科医院。我对吉隆坡这里的医生寄望很大，因为在这里有十多位各种类的专业眼科医生，我相信这里的医生一定可以医好我的眼睛的。经过无数次的复诊，这里的医生同样也是没有办法。最后医生告诉我，为了不浪费你的时间，你还是付一笔款项，开刀割出一些病毒拿去化验，再重新用药，好过把你当白老鼠。我说这也是对的，这样也是一个好方法，好吧，那我就决定明天开刀吧。我速战速决，马上就让他们做好一切开刀前的测试准备，等待第二天动手术。离开医院，我开始迷茫了。我问我自己，我会不会过于迷信了？万一医生不灵，还是医不好，我又该怎么办？难不成医到外国去吧？记得当时我把车停在高速公路旁，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了之后做了一个决定，回家。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够再继续迷信了，我要找我的师父卢台长，还有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为了保全我的眼睛，我需要一位医生看顾，我找回巴杜巴峡眼科医生。医生诊断后一脸不屑地说，你到底去了哪里？你知道你的眼睛有多么的严重吗？把我训了一顿，我只好坦诚地告诉医生，我去了哪里，找了哪些医生。记得当时医生很惊讶地说，他们都是资深的眼角膜专科医生，我可是一帮其他眼科，更加没有把握。我问了医生，才知道我得的是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上网调查后，医生讲的的确是没错，只要免疫力降低，病毒就会重新侵略。经过半年多的折腾，我的身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我深知医生九次不愈的都是灵性病。4月15号，台长来槟城了。以上是我出发槟城法会前医生所拍下来的一张照片。当时医生摇头叹息，医生对自己没信心，也没有把握。到了法会现场，我虔诚地向菩萨求忏悔，加强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再加强我的愿力。法会第二天，我到观音堂忏悔我的过去，我痛定思过，今天得了这种病都是我自己造的孽，种下了恶因。回想小时候住在乡下，都是木板屋，左邻右舍有任何风吹草动，大家都会从板缝互相关注，大人们的习以为常，造成成长中的我们也种下了不少的恶因偷窥。当我学会用电脑时，看了不该看的有色的影片，学佛后才知道在人间是无罪，但在阴界是犯罪的。阴界是属作阴事以邪淫，这会殃及我们的事业以前途应承的。我会踏进心灵法门，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让自己倒大霉了。
事业、家庭与婚姻都受影响。我求助了几位通灵人，个个都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我是因为求助无门才进入心灵法门之门的。这里也顺便提醒大家，万恶淫为首，虽然没有做，只是上网看都会有因果。记得我未学心灵法门之前有洗过愿不看的，但是违愿了。我虽学了心灵法门已经没有看了，也没有听台长的话，针对此事在佛前求忏悔，忏悔自己的罪业。今天我的眼睛也是果报现前，只好用肉身来顶。我真的罪有应得，我深深的在菩萨面前求忏悔，求菩萨救我。一整个早上的跪求，菩萨真的很慈悲。当我离开观音堂不久，就遇到台长师父，握了台长的手后，他还交代要好好的修。当时我非常的感动，菩萨真的听到我的求救声了，师父都不嫌我脏，还救了我。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努力精进。几天后，我又倒回去马祖巴峡复诊。医生一看到我眼睛的报告，笑着对我说，有好转。这也是应验了台长师父在法会所说的话，有病痛的人今天回去后一定会有好转的。我赶紧回去拼命念洗过愿还未完成的小房子，放完我洗过愿的鱼，一个月后我的报告出来了，真的有菩萨在呀，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我的见证出来了，可以证明灵性病医生是无能为力的，不是医生无能，是医生无法超越灵性的障碍。真的还是要感恩，感恩宇宙万物，让我提升，让我成长，让我觉醒，让我100%的相信，也感恩说我迷信的亲朋戚友们。我会继续迷信下去，迷台长所教我的一切，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骂人，不骗人，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邪赐苦，邪赐亏，邪助人，邪救人，邪做人。相信因果，相信台长，相信菩萨，相信白化佛法，相信今世的果都是自身所造。感恩大家，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金红台长，感恩尊贵的法师们，感恩大家的聆听，感恩。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甘君庆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罕见肺炎以及双侧股骨头坏死的甘同修，被医生判定仅有2年寿命，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奇迹康复，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忘我度中的恩师卢军宏台长，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
让我站在这里讲述我得病的经历，是心灵法门及观世音菩萨让我度过了这次劫难。2012年1月12号因为感冒咳嗽厉害，我来到上海新华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出来，肺的下半部分硬化，像马蜂窝一样。后来又做了活检，被医生确诊为中度的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很罕见的、很顽固的肺炎，10000个病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得这种病，而且没有根治的药物，只能依靠结束。我在医院住了42天，回到家后，每天要吃很多激素类的药物，造成免疫系统严重受损。1年半后，发现自己两条腿慢慢变得酸软无力，甚至不能走路。2014年6月，我来到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进行检查，医生告知是因为股骨头全坏死，如果要置换进口的人工骨头，需要20万的手术费，但使用年限只有15年，也就是说15年后，等我65岁的时候，需要再次更换新的人工骨头。当时我觉得很害怕，又不想以后一直坐在轮椅上，所以决定接受手术。登记时，医生说我的肺功能不好，要求先去检查肺功能，看是否适合做手术。就这样，6月24号我去了肺科医院做检查，没想到检查报告出来，之前中度的间质性肺炎，现在变成了重度，需要再次住院。医生诊断说是双侧股骨头坏死，因为长期服用大剂量激素类药物，还有低氧血症，必须24小时吸氧，如果再不吸氧是要走人的。因为缺氧严重，我的手指一直以来都是发紫的，而且身上不停脱皮，连耳朵上、关节、膝盖上都脱皮，手指头上也沾满了医用胶布，否则皮要全掉了。每天睡醒，护士过来换床单，上面掉的一层层都是皮屑。当时家里人没其他办法，也到寺庙给我做各种服侍。2星期后我出院了，医生说得这种病的人活不到2年。让我回家好好吃，不要再做什么事情了。像这种病况
想活三年，只有20%的机会，而且每隔3个月要到医院治疗一次。回家后，我买了氧气设备，24小时吸氧，不能停。只要一拿开设备，就气喘吁吁的。连洗澡刷牙这么短的时间都觉得呼吸困难。亲人白天上班时，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哭，总是想不明白，像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晚上睡觉几乎天天做噩梦，半夜里经常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后来一位黄师兄知道我的情况后跟我聊天，你幸福吗？我给你介绍心灵法门，很多癌症病人念经后都好了。没想到2天后他就把心灵法门的书寄过来了。我当时还没完全相信，又因为缺氧严重，浑身没力气的躺着，只能把书放一边。一个星期后，我找到好朋友，让他把书看完，然后回过来教我。就这样，我就一点点开始学佛念经了。刚开始时是躺在床上边吸氧边念经的，过了2-3天我可以坐起来了，念几分钟经文再躺下来念。又过了一个星期可以坐着念1个小时了，而且2天左右就能念一张小房子。坚持1个半月后，我已经不用躺着了，早上6点起床，8点多坐在阳台上边晒太阳边念经，每天能念一张小房子。当时因为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念什么功课，只想念着小房子。小房子念完也不知道怎么点，就直接在空白小房子上画一下，针进处也想着怎么写就怎么写，烧送时也没有准备工具，直接拿着就画了。2015年3月，很偶然的情况下，通过病友认识到唐师兄，他系统的教我怎样念经、许愿、放生。跟唐师兄见面当天，我就许愿在2016年12月31日前念1000张小房子，每个月吃15天素，放生10000条鱼。第一波已经放了5000条，后面的还在继续放。我的功课也调整了，心经49遍，大悲咒49遍，礼佛5遍，还有其他小咒。结果当天晚上做梦，就梦见师父穿着白色衣服坐在我的床边。我说这是台长吗？在唐师兄的帮忙下，
我开始规范地念经，念小房子。大概念了50张小房子后，我开始感觉到身体慢慢恢复了，身上也有力气了。白天不但不需要依赖氧气设备，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那时候，我早上5点起来念经，每天可以念2-3张小房子。家人看着我身体的转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劝阻我念经了。但我自知罪业深重，当时除了正常地念功课和小房子外，我还在菩萨面前忏悔，许愿格外加念6000遍往生咒和2000遍心经等。这一波格外增加的经文念完之后，之前掉皮的情况明显改善了。又过了2个半月，我再加念一部经文，6000遍往生咒和2000遍心经，直到现在，我的皮肤已经很少脱皮了。医生之前配的解暑料药物，现在已经不需要吃了。药物副作用引起的脸蛋肿胀，现在也消减了。去年6月，我有幸跟随师兄们一起参加师父在香港举行的法会。法会期间，虽然没有吸氧，但身体没有觉得不舒服，而且每天还能念3张小房子，法喜充满。从香港回来后，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的变化很大，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了，除了脚走路时还有点不方便，其他都挺好的，看不出来有生过重病的。我今天能够健康地走出来，站在这里现身说法，是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救了我。最后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